这一期是关于特拉斯电鳗的视频，其实就是一把法马斯的皮肤枪，还是三槽。现在我们看看它的配件和枪模，外观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丑，特别是这枪上面的电鳗，配件和普通步枪的差不多。但是这个握把和别的枪都不一样，是个直角三角形。看这机瞄就知道是法马斯，但是贴吧爆出来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说这是 P90。 接下来我们进游戏实测一下吧，这枪声还是不错的，不过电鳗确实有些恶心，而且嘴巴还会动。我们看看他换弹的动作，直接就是把一条电鳗给扔了，是有点恶心呐。不过只有子弹打完才会这样，一般换子弹都是电击这条电鳗，属性不用说都知道，和普通的法马斯一样。但这个版本的法马斯是有加强的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可以投几个硬币，或者充电也是可以的。